今天我们来吃一期巧克力局。这也太绝了。好冰。这款冰淇淋可以冲，爱吃巧克力千万别错过。再一块冰沙。奥利奥蛋挞，这个中间好像还有一块生巧。奥利奥有加分，每次必点。哇，有流心。这个是叫咖啡豆巧，哇，它上面这个就是咖啡豆，超苦超苦，里面是有生巧的，好浓郁。这段时间特别火的巧克力哈豆，我们也来尝尝。哇，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吗？超脆，哦，它里面居然是这个样子的，是我买错了吗？我看别人的里边都是那种黑色的巧克力，这个是巧克力奶油。它上面这个脆皮好脆啊，它这个皮好像用泡芙皮烤的。奶香味很浓，但是是比较软的。小熊慕斯，他睡得好香呀。最后吃一个冰山熔岩结个尾吧，看起来好治愈。我们今天就吃到这里吧。